快把经费给我，等着钱用的。行，就在礼部呢，我给你拿去啊。 老板，这表不错嘛，进口的吧？哎呦，我这儿哪有不好的东西啊，是吧？哎呦，老板，哎，你这有茶叶吗？茶叶有啊，您要哪种？我想看看碧螺春。碧螺春呀，哎呦，来，这个，您看看这几款都是碧螺春，价格不一样啊。行，我先选一选，您先忙吧。哎，好嘞。 怎么样？你看这表，哎，这个挺好的。不过这个大的时间准不准啊？准呀，怎么能不准呢？这大的不是放在家里有点太大了吗？哈。同志，选茶叶有这么多讲究吗？我看都差不多嘛。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。 如果没有选好的话，这泡出来的茶色可是差远了。你说是不是啊，老板？是，说的有道理，姑娘。哎，老板，你这有红柿吧？红柿啊？有啊，这就在里屋呢。你看我这忙了，都没来得及摆出来。哎，我里边啊还有好多别的牌子呢，您要不要看看？是吗？哎，你带我进去看看吧。可以，稍等啊。哎，同志。 您这儿看的怎么样了？可能没有特别合适的，我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好，那您再来。嗯，辛苦。好，再来啊。哎，同志，那咱进里屋去看吧。来，把门关上。哎呦，你刚才都吓死人了，这有人呢。 不就是个买东西的吗？做事这么多年了，胆子还这么小啊？我本身我胆子就小，你说你太着急了吧？那女的磨磨蹭蹭的，我着急拿了经费走人啊！哎呦，哎不，你刚说那个组长他怎么了？臭规矩多呗，整天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，自己光忙着谈恋爱。谈恋爱？跟谁啊？这个可不能告诉你。切，那人家也是有能耐，哎，要不然能受那么重用啊？ 不就是在美国待过那几年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告诉你，在这是上海，在这里跟共产党斗，只有我们才能搞得清楚状况。再说了，这氰化钠不就是靠你才到印染厂弄到的吗？哎，那这么说，我还是工程了。那是。哎呦，那这经费是不是得由我一份啊？我去上头给你申请去。 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能给他们干呀，我就是因为这油水多呀。我这个人我胆子小，我现在每天我担惊受怕的，我有心脏病，我说不定哪天我一命我就呜呼了。
没事，可能听错了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都快吓死了我！来来来来来，哎呦，来来来，叔叔，这是你的1000美金啊，我也不要了，你快快数清楚，你拿走啊！哎呦，哎，没错。 你干嘛把门给我关上呀？人家以为我不做生意了。门我没关。打开！打开！他是本地人，熟悉地形，明白。 哎哎，小心点！你以为就你熟悉地形啊？我们研究一晚上地图了。 你们是怎么查到我的？氰化钠，还真应了姓祝的丧门话。三成星，只要你跟我们好好配合，就会得到宽大处理的。你少蒙我！啊，你们都追到了这，也知道是我放的氰化钠，还能对我宽大处理了？那个中毒的服务员现在已经好转了，这对你来讲是个好消息。你只有跟我们好好配合，才能得到宽大处理，明白吗？ 行，让我配合也可以，但是回到公安局，你们得给我签个字据，保证宽大处理，我才交代。你有资格跟我们提条件吗？你答不答应吧，回局里再说。行，我跟你们回去。 转了什么东西啊？